哇，我才上一点点，你看两边脸差不多。Hello， 我是薰爱。夏天要到了，气温高达35度以上，你还在用厚重的底妆迎接夏天吗？介绍你一款商品，让你彻底解决脱妆的烦恼。今年夏天，薰爱教你用一款价格亲民的商品，解决你妆感厚重油腻的问题，给你清爽薄透，马上拥有仙女般的好气色哦。韩国知名底妆品牌兰吉尔推出了两款仙女光隔离乳，一抹提亮，除了有高防晒系数 SPF 50+， 它运用了新的概念，添加了植萃精华，让上妆等于保养，持妆多久就像敷脸多久一样。重点是就算叠擦也可以薄透轻盈，遮盖暗沉，蜡黄马上提亮，让你就像仙女下凡一样自带苹果光，单擦就有好气色，出门非常有效率，不管你是不爱化妆还是爱化浓妆都适合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在2分钟内完成薄透的仙女妆。开始咯，先用紫色的，然后用化妆棉，蛮好推，蛮水润的耶。哇，我才上一点点，你看两边脸差那么多。接下来另外一边脸也上上去。这支开价好像一瓶才299，所以你上八层都不心疼，而且它的防晒系数是50+， 非常足够，真的是一抹提亮哎。还有脖子也要记得，我觉得这样基本上已经是好了耶，反正那么便宜，说贵来的。这样就完成啦。基本上我觉得这支可以用来补妆，而且它是最高防晒系数 SPF 50+， 在艳阳下不用担心。想要完美妆感的人，后续可以再叠加上粉底，比妆会更透亮更持久哦。还有这支黄色的，这支是挤出来，我看一下，浅黄浅肤色的感觉，可以自然润色。我来抹开给大家看，它有添加植萃控油成分，适合容易出油的肌肤哦。我觉得这款设计很方便，好携带。这样防晒、遮瑕、一次控油，三个步骤一次完成。完妆的妆感真的很自然、很清透哎，没有辜负它仙女光隔离乳的名号。因为我觉得干爽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很湿黏油腻的话，那跟黏鼠板没有两样啊，因为你出去就是黏一堆脏东西回来，我觉得那是更伤皮肤的，而且也降低了你使用的热情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紫色这一支，它不挑肤质，不挑肤色，一般肤质、混合性肤质都适用，除了防晒能力很强，提亮效果也很好。那比较容易出油的呢，我就建议用这一支，需要控油想要粉润感的，建议选黄色这一支。2019年的夏天，如果要有一支高 CP 值的防晒隔离，我推荐他们给你。兰吉尔官网现在每支优惠不到300元，非常划算，各大美妆通路也都买得到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 YouTube 刘薰爱，并点赞分享哦。还有，别忘了追踪我 FB 的粉丝团。